儿子给妹子几曲歌多了，给儿子打个电话吧。哎呀，这鬼子！哎呀，俺不得多了，挑个担。刘小花儿呢？打个担。去回老家，你自家，酒杆多了。多了吧？哦，要是他叫他拉回我酒点去多了的。看去过的啥？看去过秋妹妹。哦，管你了。嗯。看这天气真冷，这楼房子就大了，要下20多了。哎呀，这天气，真好了。谁有你？我有你。拿藕水泼上，不油擀面就行。看我做，要没擀面这肉呀，又是太泼。这属于学车了啊！油，这就是咱油嫩磨嫩，不磨就是咸的，磨了就粗的。哟，这虚的会错了。那你原来搓的嘛，搞亏也没有搓。你看自个儿，这生活不忙了就细致点。哎，那时候女人都有细致，男人我先要从女人那先。哎，这生活精溜的了，这没生活就没了。搓了有一个小时也搓错了，别琢磨。哎呀，今儿天气干了，又风了，搓的人没钱咱也不去。哎呀，这话是那不找规矩。多会儿过夏天，就为那会儿，冬天不让冷的，瞌睡睡的。下午房可得多穿点儿的，多穿那些。这是回忆面，这是新的做法吧？哦，烧点碗，再淘汰，再一边就得回忆这个了。嗯，行。一人一碗。咱不是不来的。嗯。和点辣椒搞过去。一人一碗。菜也有了，饭也有了。有面臭臭更香吃去，因为这么做的就这个做，都是挺香的。